为了要庆祝新先生康复，代代分林分院医疗团队送花，并且准备鸡卵糕，平安捡回一名新先生，非常感谢医生的用心。伊讲未来袂搁再偏食。所以你伫患病之前拢食真油。我拢食算猪肉较肥的啦，瘦的无爱食啦，啊较无食青菜啦。代代分林分院医疗团队表示，救命过程每一个关节拢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第一线医疗诊所发现病况严重，及时来转诊。这个病人第一个他有症状的时候就马上看医生，那地方的医生也警觉性非常高，那马上帮这一位病人转诊到我们医院。急诊室的主任表示，病人到院的时阵，双手拢翘起，而且拢已经无喘气甲心跳。第一个动作就是稳定伊的生命的状况。整个急救过程大概四十几分钟的时候，他都一直维持在心律不整的状态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启动叶克膜团队。那叶克膜团队让这个沈先生呢，能够继续有他足够的生命迹象、血压进去做心导管。在生命状况稳定了后，马上进行心导管的通血路的动作。医疗团队表示，在这种的情形，存活率真低，会好嘛未完全。但是透过叶克膜加心导管，两名急工来救命，终于是出现奇迹。这个环节每一个都串得很好，然后非常的及时而努力哈。我们认真的对待生命，才能够成功的把这个沈先生挽救起来。为这处的急诊，心脏内科、心脏外科，到动静的照护。每一项救命观察，大家通力合作，和代代分林分院医疗团队创造一处难得的救命经验，值得来肯定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